空，电带动，歪过来，略方硬，然后横画细画过来，变粗，按下来，撇过去，空。好，第一个短横往上翘上去，撇短短的，然后长横细瘦，但是它往下浮，记得稍微往下压。由的第一个撇粗到细，而且很短呐、啊，短到不可思议。这长横又很长，短到不可思议啊！在科室上真的这样好，那没有他坏哦，不要怪人家。往右下角歪，再弹上去。那第一横比较细，第二横比较粗，哦，稍微分一点点嘛。有支点，小小的点，这个是在打勾啊。哦，这有时候只有厨师能干这么玩了。经米字部挑上去，逆上去，粗到细。带上去，这个写的好轻盈哦，还歪一点点勾，撇轻轻的，点细细的，筋往上翘的，方硬的，好长，但是弧度不大，上面伸长，好，越要把它站稳，啊，张开一点宽度以后，稍微往右下角拉，再弹上去，哦，这距离的长短距离真的是。每次都这样子哦，差异很大。好，经纬啊，这个纬是大概是三四个纬里面粗细做的，算是比较明显哦。之前的纬都几乎都就瘦骨嶙峋了、啊。不过纬啊写了好多次，他每次都相同的错误哦。什么相同的错误？他每次这里都快碰到，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哦。不过他是从来没有碰到过，那些写习惯都写到快碰到，但是绝对不会碰到。所以不用帮他担心了。撇短，捺长不止长，而写得好低呀、啊。这里它最低。提，放硬，稍微圆劲，点，向左点，细瘦一点，弹性，然后越直撇。受劲拉到最底下，跳上去，哦，跳得好长啊！两个横画，这里要搭到了，粘到一点，那片可能要想写的紧凑，就会碰到。一只脚长，一只脚短，通常右边比较长，没有错了。哦，这里倒是要写扁了。尤其这个口啊，很多人遇到的口是写宽，一写宽那里就空间太大，就松掉了。好，加上一点弧度，压下来，提，升，哎呀，重按扭一下，哎，马上撇出去，好短哦。哦，这亏他写得出来，升，这个拉直，压一下，直画伸长，有点弧度，加一点腰身，然后升的话，这里是细细瘦瘦，后面不太粗，但马上切断了。